大家好，我是剪辑师啊。这个昨天晚上的比赛有三次大门天秀局啊，分别是秦红、灰灰还有叶枫啊。先来看秦红这边啊，开局一个回手掏蓝之山，小跳 C 逆向站 A 下 A 三 C 蓝之山，手法啊，这手法。好了，现在来看一下灰灰这边大门啊，注意他开局一二三四，哎，这个卡针版的四段蓝之山啊，这个。久病成一门啊，这果然了不起，随缘震一下没震着，这个才艺相当的多啊，你看反手又跟了一个二段蓝之山。好了，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叶枫这边的大门，来面对别林的玛丽啊，开出一个卖血蓝之山，关进角落小影跳 B， 又来一套啊，站 A 下 A3C 蓝之山啊，跟金红那个一模一样。这三个视频加一起也不到一分钟啊，就来一个老 K 大门打晕包王，助助兴，顺便凑一下时间。先刚一个 CD 能量闪，再追一个跳 CD counter， 包王前跳是两个 3C， 然后拍一下，还有一脚就晕了。哎，不对，摘星手，然后暴气阵，现在他其实已经晕了。